各位钓鱼大家好，我是杰瑞，欢迎回到 Bass Sniper YouTube 频道。嘿嘿，今天是2020年的10月24号，对，停了两个礼拜啊，上两个礼拜都有事，在家里面做木工。现在是秋天的 pattern， 外面旁边的树都已经变色了，有很多树的叶子都已经掉光了。秋天的话，这边主要是 Jerk Bait， Sea Rig 就是卡罗莱纳钓组，然后 Spinner Bait 啊这些东西。当然这个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我两个礼拜没钓，我 totally disconnected， 不知道这个湖上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啊。今天主要是这个湖是比较深的，所以我找一下这个 bait ball 有没有那个飞鱼饵团，有的话我们再做从长计。水温是64度，也就是16度左右，气温的话最高也是63-64度，现在是阴天，等一下可能会出一点点太阳，现在基本上是没有风的。晚些时候他说是西南风有个2-3级，反正也是很小的风。这种低光条件的话，我可能还是会从 moving bait， 就是chatterbait 啊 spinnerbait 那些开始钓。 OK， 然后在水位的话是上来的，上一次的话这个整个湖水位下降2尺左右，现在水位回到原来这个情况。水色的话我看还挺轻的，所以说这个 moving bait 也试一下。 OK， 深水出来的，好爽，没感到咬钩啊，那个鱼，这个三磅的，两磅半三磅的样子，耶 ，Sea Rig。三磅的，
suck.这鱼啊，相当龟毛。左好几口，这条已经两口了，弄不上来。我等了好久啊，套，来来回回的，这次看看能不能把它弄上来哈。就嘴皮子一点点啊，又是条差不多大的三磅左右，不错啊，第二条，看这个，哦，这个真是再差一点点就要跑掉了，耶，还是 C rig 好。2.7，你看这条鱼它以前被勾过一圈。好了，现在跑到深水来了，结果又被我钓上来了，哈哈，赶紧让他回家了啊，拜拜。白头海雕，美国之音。Yes, sir. 啊，这个见到白头雕果然有好运耶。嗯，咬得很轻，都是。这今天的小 pattern 都是在深水的地方会咬我的这个 sea rig。潜水刚才一堆船钓都没有，然后就回家了，他们都。这条又是个 three pounder， 要么不咬，咬的话都是三磅左右的。这条 3.2 耶，那天三条 3 pounder。 那今天的鱼的话都是在7米半以上的这个硬底上面钓的，也就钓了三条吧，但是还是可以重复的啊，还蛮好的。有几口的话跑掉了，抓不准。他今天咬口非常龟毛，前阵子据说三个礼拜里面有五次比赛，这边压力比较高吧，然后最近又碰上刚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，这个水温降到一定程度以后，我们这边基本上六十度上下的水温啊，它开始要秋天要翻转嘛。那它现在看上去还是没有翻转，但是鱼还是贴底咬。然后今天的话也没有看到很多的 bait ball， 这个地方，这个点下面全都是石头，还挺好的。嗯，所以，继续接下去钓吧，只能磨啊。这个一个点要丢好几杆，这个它一定要送到嘴边它才会咬，所以说它就是左一杆右一杆，左一杆右一杆，这样子找不停的换角度，这样子找到最后中鱼啊。但是 hopefully 它下面的鱼还在啊。OK， 我们再钓一下耶。
这个那么大的鱼咬的那么龟毛，最后还是给我弄上来了，咬了两次了。怎么样？这个烤肉摊钓组发威啊，还是很爽的哦。哎呀，这枪是扎的牢的，跑都跑不掉的。Nice， 开心哦。4.5磅、4.6磅，4.6磅20寸的，这个嘴巴嘛也不行啊，这个背鳍怎么都没有的啦，背鳍呢？我的，这还有就是 heaven， 这钩嘛还钩在嘴角下面，那就2磅多哈，第五条钓满喽。这条刚好3磅，怎么样？这个烤肉料钓组还是可以的哈。今天5条鱼一共是16.46磅，16.46磅5条鱼，最大的4.6磅，也、yeah。 刚才忘了说了，这个今天还有一点是因为这个鱼啊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嘴啊，上颚都很红的，都是在那个深的地方在吃小龙虾，小龙虾还没有爬到那个浅的地方来啊，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个sea ray 敲底效果会比较好的原因之一啊。没有的吃鱼，我钓的都是吃小龙虾的大个子。这个趁今天这个机会啊，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卡罗莱纳钓组，中签长子线的正统卡罗莱纳钓组。准备回家啦，钓的还不错哟。也一共就5口，不过5条鱼有16磅46，耶。还有一条最大的4磅6，也、yeah， 开心。好，回家再说，看看有什么漏掉了，回家再录视频给大家补充说明。耶、yeah ，拜拜！欢迎继续关注 Bass Life YouTube 频道，我是 Jerry， 大鱼起源，拜拜。